妙德生反年改坠楼亡，蔡英文颁金钟状写积劳病故。因反年改抗争不慎衰落亡故的退休上校妙德生，告别世上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张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长赖清德颁发的金钟状。只要他在服役期间有获过勋奖，这个都是符合升级，所以我们也尊重家属的意愿，主要的是表彰妙上校在服役期间他保家卫国他的功绩。可是怎么会写成积劳病故啊？上面的致辞，这个按照规定，我们是用这种表达的方式，这个一切都是合乎规定，依法行政。政治中心台北报道。